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课文内容呢是关于兴趣。大家都有什么兴趣呢？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问题。당신취미가무엇입니까？당신취미가무엇입니까？你的兴趣是什么？大家都有什么兴趣呢？可能有些人喜欢登山、爬山、登山，有些人呢喜欢苏友游泳、苏友游泳，有人喜欢爬山，有人喜欢游泳，还有些人呢喜欢一些什么球类的体育活动，比如说农舞、篮球、农舞，再比如说飞舞、排球、飞舞。농구를하다，打篮球；배구를하다，打排球。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下适合我们所喜欢的体育活动。还有一些人呢，则喜欢什么呀 ？bowling， 韩国人呢都很喜欢打什么呀？保龄球 ，bowling， 保龄球。还有一些人呢喜欢这种就是很多很多汗的这种运动 ,racquetball, 壁球 ,racquetball, 壁球。还有一些人呢喜欢比较文雅一点，比较休闲自在一点的什么呀高雅一点的什么呀，听听歌啦，노래듣다，听歌，노래듣다。还有一些人呢则喜欢什么跳舞，춤추다，跳舞，춤추다。好，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单词。首先第一个单词，登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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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钓鱼，낚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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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달리기，달리기，달리기。欣赏电影，영화감상，영화감상，영화감상。欣赏音乐，음악감상，음악감상，음악감상。旅行，여행，여행，여행。集邮，우표수집，우표수집，우표수집。邮票是什么呀？우표。收集呢？什么？수집。우표수집就是什么呀？集邮。우표수집，우표수집。好，처음부터여기까지다시읽어봅시다。登山，登山，登山，登山。다음，钓鱼，낚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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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跑步，달리기，달리기，달리기。欣赏电影，樱花감상，樱花감상，樱花감상。欣赏音乐，음악감상，음악감상，음악감상。旅行，여행，여행，
여행 지역 우표 수집 우표 수집 우표 수집 好，来看一下下面组单词。首先，第一个画画，그림그리기，그림그리기，그림그리기。好，다음照相，사진촬영。사진촬영사진촬영사진촬영北汉山북한산북한산북한산喜欢좋아하다좋아하다좋아하다다음답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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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小册子소책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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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처음부터여기까지다시해봐봅시다画画，그림그리기，그림그리기，그림그리기。照相，사진촬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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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汉山，북한산，북한산。不看伞，喜欢，좋아하다，좋아하다，좋아하다。踏青，답청，답청，답청。好，다음小册子，소책자。소책자소책자好我们从、第一组单词到最后一组单词再来跟老师读一遍第一个登山登伞登伞登伞钓鱼낚시낚시낚시跑步，달리기，달리기，달리기。欣赏电影，樱花감상，樱花감상，樱花감상。欣赏音乐，음악감상，음악감상。음악감상旅行여행여행여행지역우표수집우표수집우표수집화화그림그리기그림그리기그림그리기照相사진촬영사진촬영사진촬영北汉山북한산북한산북한산喜欢좋아하다좋아하다좋아하다踏青답청
탑청탑청小册子소책자소책자소책자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对话部分。안녕하세요주말잘보내셨어요你好，请问周末过得怎么样啊？안녕하세요주말잘보내셨어요네친구랑북한산에갔었어요네친구랑북한산에갔었어요是的，我和朋友呢一起去了北汉山。등산을좋아하세요등산을좋아하세요你喜欢爬山吗네아주좋아해요是非常喜欢차수씨도등산을좋아하세요泽秀你也喜欢爬山吗차수씨도등산을좋아하세요네아주좋아해요네아주좋아해요한국에있는산은거의다가봤어요我很喜欢爬山韩国的山呢我几乎什么呀都爬过都去过네아주좋아해요한국에있는산은거의다가봤어요네아주좋아해요한국에있는산은거의다가봤어요어느산이가장좋아서요어느산이가장좋아서요哪一座山最好呢진리산이제일좋아서요智利山最好진리산이제일좋아서요특히가을단풍이아름다워요特别是在秋天枫叶啊特别的漂亮특히가을단풍이아름다워요진리산이제일좋아서요특히가을단풍이아름다워요이번주말에도산에가셨어요이번주말에도산에가셨어요这个周末你也爬山了吗아니요이번주말에는아내와樱花를봤어요没有这周啊我和太太一起去看了电影아니요이번주말에는아내와樱花를봤어요아니요이번주말에는아내와樱花를봤어요이번呢应该是这个周末但是他说这个周末你啊怎么样啊啊去了爬山了吗用的是什么过去式所以这个周末应该翻译成什么上个周末이번주말에도산에가셨어요上个周末你爬山了吗아니요이번주말에는아내와樱花를봤어요没有上周呢我和太太一起去看了电影아내是什么意思啊아내是妻子的意思是韩国固有的什么呀一个词아내它还有一个外来词叫什么呀 wife 就是英语的 wife 来怎么样啊转过来的叫 wife 아내和 wife 呢都是什么呀妻子的意思好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个对话안녕하세요주말잘보내셨어요안녕하세요주말잘보내셨어요네친구랑북한산에갔었어요네친구랑북한산에갔었어요등산을좋아하세요등산을좋아하세요네아주좋아해요최수씨도등산을좋아하세요네아주좋아해요최수씨도등산을좋아하세요
네아주좋아해요한국에있는산은거의다가봤어요네아주좋아해요한국에있는산은거의다가봤어요어느산이가장좋았어요어느산이가장좋아서요지리산이제일좋았어요특히가을단풍이아름다워요지리산이제일좋았어요특히가을단풍이아름다워요이번주말에도산에가셨어요이번주말에도산에가셨어요아니요이번주말에는아내와영화를봤어요아니요이번주말에는아내와영화를봤어요好我们再来看今天下一组对话무슨영화를보셨어요무슨영화를보셨어요看了什么电影呢친구라는한국영화를봤어요아주재미있었어요친구라는한국영화를봤어요아주재미있었어요看了韩国电影啊叫朋友非常非常的有意思친구라는한국영화를봤어요아주재미있어요영화를자주보세요영화를자주보세요네제아내취미가영화감상이에요네제아내가제아내취미가영화감상이에요是的我太太的爱好呢就是什么呀看电影好我们再来读下这个对话무슨영화를보셨어요你们看了什么电影무슨영화를보셨어요친구라는한국영화를봤어요아주재미있었어요看了韩国影片朋友很有意思친구라는한국영화를봤어요아주재미있었어요영화를자주보세요经常看电影吗영화를자주보세요네제아내취미가영화감상이에요是的我太太的爱好就是看电影네제아내취미가영화감상이에요네제아내취미가영화감상이에요好再看下一组对话우리도보영화를가려고하는데어디를가야할지추천좀해보주세요我们呢要去徒步旅行去什么地方好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우리徒步여행을가려고했는데어디를가야할지추천좀해주세요우리徒步여행을가려고하는데어디를가야할지추천좀해보세요야외여행지도에시간과거리가자세하게나와있어요野外旅行图呢会详细告诉你时间和什么呀和距离야외여행지도에시간과거리가상세하게나와있어요야외여행지도에시간과거리가상세하게나와있어요오그래요그래요是吗真的吗소책자의활동일부소개하고있습니다有一本小册子介绍一些活动소책자의활동을일부소개하고있습니다小册子呢会介绍一部分什么活动어떤내용들이있나요어떤내용들이있나요또有哪些内容呢어떤내용들이있나요어떤내용들이있나요예를들어낙청이나캠프파이어파티등등
예를들어밥청이나캠프파이어파티등등아如马踏青还有萤火晚会等等우리하고같이여행하시죠우리하고같이여행하시죠你会和我们一起旅行吗그래도되나요그래도되나요那样的话也可以吗去的话也可以吗우리는강을따라서가면서여기저기를구경하고나서저녁식사를할겁니다我们要沿着河边行然后到处看看吃饭우리는강을따라서가면서여기저기를구경하고나서저녁식사를할겁니다우리는강을따라서가면서여기저기를구경하고나서저녁식사를할겁니다那太好了我要带点什么呢아주좋네요물좀가져가야하나요아주좋네요물좀가져가야하나요那太好了我要带点什么呢가져올필요없습니다모든것은우리가준비합니다什么都不用带啊我们呢一切都会准备的가져올필요없습니다모든것은우리가준비합니다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啊这句对话우리가도보여행을가려고하는데어디를가야할지추천좀해주세요우리가도보여행을가려고하는데어디를가야할지추천좀해주세요我们要去徒步旅行去什么地方好呢给些建议야유여행지도에시간과거리가상세하게나와있어요야유여행지도에시간과거리가상세하게나와있어요野外旅行图呢会详细的告诉你时间和距离그래요真的吗그래요소책자의활동일부활동을일부소개하고있습니다소책자의활동을일부소개하고있습니다내小册子上呢会介绍一些活动어떤내용들이있나요어떤내용들이있나요또有哪些内容呢어떤내용들이있나요예를들어답청이나캠프파이어파티등등예를들어답청이나캠프파이어파티등등如什么踏青萤火晚会等等예를들어답청이나캠프파이어파티등등우리하고같이여행가시죠우리하고같이여행가시죠你会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우리하고같이여행하시죠우리하고같이여행하시죠그래도되나요그래도되나요我去可以吗우리는강을따라서가면서여기저기구경하고나서저녁식사를할겁니다我们呢要沿着河边行到处看看然后吃晚饭우리는강을따라서가면서여기저기를구경하고나서저녁식사를할겁니다아주좋네요물좀가져가야하나요아주좋네요물좀가져가야하나요太好了我要带些什么呢가져올필요없습니다가져올필요없습니다不用带什么都不用带모든것은우리가준비합니다모든것은우리가준비합니다一切呢都由我们来准备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需要学的第一个语法呢은은을거던데요은은을거같던데요我记得似乎什么什么已做或者是在做了
前面呢加谓词，这种形式呢把它啊把表示推测的形式，而 gogata 呢与表示回顾的啊 dendeo 呢结合起来，它是呢两个语法的结合体。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그사람은늘버스나지하철을이용하는것같던데요그사람은늘버스나지하철을이용하는것같던데요那个人呢好像经常坐公车或者是什么呀，或地铁，表示一种什么回顾回忆。그사람은늘버스나지하철을이용하는것같던데요他好像呢是怎么怎么样 gogada 呢，而 gogada 呢是什么呀，是表示好像的意思，它与 dendeo 呢表示回顾的一个语法加起来，就是好像怎么怎么样，我在回忆好像他好像是经常怎么怎么样这个意思。再看第二个例句。最近이오신것같은데왜이렇게조용하죠最近이오신것같은데왜이렇게조용하지요客人可能已经到了，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安静呢？손님이오신것같은데왜이렇게조용하지요손님이오신것같은데왜이렇게조용하지요飞机好像已经起飞了。벌써비행기가떠난것같은데요벌써비행기가떠난것같은데요飞机好像已经起飞了，似乎已经起飞了。벌써비행기가떠난것같은데요好，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三个例句。那个人好像经常坐公交车或地铁。그사람은늘버스나지하철을이용하는것같은데요그사람은늘버스나지하철을이용하는것같은데요客人已经到了，为什么会这么安静呢？손님이오신것같은데요손님이오신것같은데왜이렇게조용하지요손님이오신것같은데왜이렇게조용하지요飞机好像已经起飞了。벌써비행기가떠난것같은데요벌써비행기가떠난것같은데요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语法，는다더니，用于呢表示前面听到的内容为根据、为依据来展开什么呀后面的内容。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他说：오랜만이에요미영씨오랜만이에요미영씨와정야씨요즘요요가하신다더니정말날씨는졌어요와정아씨요즘요가하신다더니정말날씬해지셨네요정말날씬해지셨네요好久不见了美英。哇正雅，听说你现在在做瑜伽。yoga 呢是什么呀？瑜伽 yoga 瑜伽。真的什么呀瘦下来了。날씬해지셨네요날씬해지셨네요变得什么怎么样，变得瘦了。好，我们再读一遍。오랜만이에요미영씨오랜만이에요미영씨오랜만이에요미영씨와정야씨요즘요가하신다더니정말날씬해지셨네요와정아씨요즘요가하신다더니정말날씬해지셨네요오랜만이에요미영씨와정야씨요즘요가하신다더니정말날씬해지셨네요看一下第二个例句호랑이도제말하면온다더니지금내얘기를하고있어요호랑이도제말하면온다더니지금내얘기하고있었어요说曹操曹操到啊，我们现在啊正在说你的事儿呢。호랑이도제말하면온다더니지금네얘기하고있었어지금네얘기를하고있었어그래설마내흉을본거아니지그래설마내흉을본거아니지
흉啊是什么意思啊？是伤痕、伤疤，还有有的时候也会指人的什么缺点、短处、毛病的意思。흉儿본다是什么呀？看笑话、取笑的意思。啊，不会是在取笑我吧？호랑이도제말하면온다더니지금이얘기를하고있었어说曹操，曹操道，现在啊，我正说你的事儿呢。그래설마내흉을본거아니지그래설마내흉을본거아니지설마是什么？不会怎么，不会怎么怎么样吧？不会。그래설마내흉을본거아니지不会是在什么？我看我的笑话吧，取笑我吧。好，又到了我们连音한마디每日一句的环节了，看看我们今天要学的是怎样一句话呢？现在睡觉的话会做梦，而现在学习的话呢会让梦想实现。지금잠을자면꿈을꾸지만지금공부하면꿈을이룬다。好，我们简单来看一下，지금现在，잠을자면现在睡觉的话，꿈을꾸지만会做梦。但是怎么样呢？지금공부하면，但是现在学习的话呢，꿈을이룬다。꿈을이룬다是什么意思啊？是梦想实现的意思。所以这句话整个下来呢，就是什么？现在睡觉的话呢，我们会做梦。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要拿起笔来学习的话呢，就会让梦想实现。好，我们再来读一遍。지금잠을자면꿈을꾸지만지금공부하면꿈을이룬다。好，我们再来快速的读一遍。지금잠을자면꿈을꾸지만지금공부하면꿈을이룬다。好，希望呢也会大家呢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也会更加努力、更加用心的学习。好，今天的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오늘수업이여기까지끝나겠습니다。네다음에만나봅시다。다들수고하세요。